你收看的频道是牛奶大师师师师台。Hello， 各位朋友们，大家好，我是大师。OK， 现在我们玩的游戏是《沉默之塔》。那我自己终于用素丸针对三成旧队伍，也是三成旧队伍打到七天地的关卡。那其实大师已经之前已经通关了。那因为前面太冗长了，而且大师吃了好几个石头才过了这一关，所以前面我就不放了，我只放最后一个。最后一关收掉七天力做个纪念就好了。那这个队伍啊，这个队伍其实很多馆上的巴哈上面的大神都有用过啦，只是把那个石车局换成水妖弹而已。好啦，那废话不多说了，我要转了。嗯，这个场面，就是紧张的时候还是要想一下，不然出错很尴尬。最少的状态不要，这样可以吧？这已经过了，耶！人类，想不到这个世界的人类还有如此力量，你就努力侦查求生吧。耶耶耶耶耶！好啦，这个是做纪念而已的，这个影片毫无帮助，因为纪念而已，纯纪念。好啦，当不喜欢就按不喜欢吧。哎、欸，我打很辛苦哎。啊，其实这个队伍其实大家很多人都拍过了，我都是参考别人的。然后我自己有1、2、3、4，我收集了5张。然后改天要拍一个七天地的动态造型好了。这个动画造型拿的的确是值得啦，很帅，帅帅的。好啦，那喜欢频道的话，频道左下方的图片可以订阅，欢迎到右下方的红色小框框把订阅铃铛给打开，也欢迎到粉丝按赞，以通知消息。谢谢大家这集的收看喽，拜拜。